不回来的。我知道，你们都知道。可是，你不想知道我这几天都去哪里吗？就这样，然后我就回来了。可是我回来之后，阿林他们都不理我了，简讯也不回哦。我还去找他们，他们看都不看我。你讲完了？嗯，我讲完了。哎，我知道这很难相信啊，不过我讲的，那你为什么要假装我没写情书给大家？情书？什么情书啊？你可以不要再装了吗？你不在这几天，警察去了好多次你家，还找到了我的信纸。哎，